清晨5:20，咁早嚟到屯門做乜嘢呢？原來有新路線首航啦！今次就由小天帶大家由欣田村行入去和田村。新界巴士路线 50M 由城巴營辦循环来往和田村及屯門站，途经兆康、良田及山景，为城巴首条常规屯門区区内线。此路线于2022年7月17日投入服务，初时为20分钟一班，提供来往屯門站的服务。为配合屯門54区未来人口增长，运输署于2019至2020年度巴士路线计划中，建议开办6条以54区为总站的全新巴士路线，其中一条往来港铁兆康站。但屯門区议员认为，应将屯門54区至兆康站的路线交由港铁巴士营运，以提供铁路转乘优惠，并建议将 K54 延长至屯門市中心，用屯門公路连接，以加强54区与市中心的连接。另外增辟一条区内巴士路线，途经屯門医院、建生、山景、屯門工业区及港铁屯門站，以公开招标形式决定营办商。运输署于2021年8月3日宣布，6条全新屯門54区巴士路线均由城巴投得。6条路线分别是 50M 来往和田村及屯門站，另外以下3条以精田村为总站。因总站道路工程改为唐亨路，为临时总站，直至工程完工为止。50来往尖沙咀九龙站，55来往观塘码头，56来往上水天平村。以上3条路线在开办初期只在上下繁服务，会因应乘客需求，将部分路线提升为全日服务。其余2条是即将启航的过海路线：950来往湾仔北会展站，955来往西湾河泰安街。首航用车为 Y4350-8561，由城巴策划及车务编排主管黄车长驾驶。够钟开车啦，我未上车和恐惧面，飞班太多人啦，等下一班啦。正啦，系56首航用车 YB8576-8563。小天系剪片嘅时候，发现到城巴将轻铁明琴站写成轻铁乌琴站。
准备上车，看下呢架车有几快啦。话咁快就返到和田村兴贵街啦，等我哋先行去唐亨路嘅临时总站睇睇。唐亨路的临时总站就是地盘出入口的位置。头班67A往宝田，今集就去到咁多先啦，感谢你收看，请期待我哋下集嘅新路线系列喎。